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有主的爱在心中，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？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恁愿意人怎样对待恁，恁也要怎样对待人。有一个细汉囡仔，头一摆到山顶佚佗，伊大声地讲了一声“喂”，无想到到山谷中也回了一声“喂”。伊以为有人甲伊开玩笑，就大声地讲：“你是一罪。”回答竟然也是：“你是一罪。”细汉囡仔有淡薄受气：“你甲我出来。”回答也是：“你甲我出来。”细汉囡仔搁较受气：“我要打你。”回答也是一样：“我要打你。”细汉囡仔气甲甲伊老母讲：“有人欺人伊。”聪明的老母当然知影，迄个是山谷中的回声，就甲囡仔讲：“下一摆你对伊讲，我爱你，试试看。”囡仔果然听到了“我爱你”的回音。弟兄姊妹，别人的反应可能正是咱家己对人的态度，心甲心其实是互相回应的。试着用一款喜乐甲热情、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边事的人，你必会有奇妙的收获。咱三甲来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父，你是听阮的源头。无论阮是背逆、无听话、犯错的时阵，只要阮认错，你阁是以慈爱宽容阮。阮求主帮助阮，会通常常有主的疼充满，予阮会通以爱心对待周围的人。阮相信，阮若是好待别人，别人也会好待阮。予阮会通甲周围的人开心的交往，也会通展现出主的疼。应要主的圣名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